三分後咧，後邊嘅挪威球員咧冇進一步咧係進行呢、這個咧係幾快咧？你睇下呢個三號黑人球員咧，佢其實打中堅啊，幾快咧翻嚟截到個波。好啦，再由南韓送去中間應該接到啦。賽事咧就真係多好多啦。咁但係實際究竟嘅入場嘅數字係幾多咧？嗱，頭先我哋開賽前咧，波嗰頭啦，甩咗佢啦，南韓反波啦，好快脆啊！想再圓一大腳咧，扯過去左手邊。卡拉达斯看得慢的，是不是禁区入面？是、哦、那个球很漂亮的，这个高中秀大家都看过了。靓啊，一比零啊！高中秀呢就是首先呢看南韩打开纪录打的，咁南韩一个反扑由高中秀呢博得一个防失了。这边白金大英是头前顶了下来给队友，哇、啊、这个好波只是高中秀啊，第一级级九球在台湾联赛好啦，又落嚟高中秀啊，相当有威胁啊！嗱，面对卡豪两个假动作，第三个、第四个，中心中一，系咪唔系？我解释边个落嚟？卡豪嗰边咧，高中秀冇错，好有威胁，再嚟弯埋嚟中间，嚟中间啊嘛，睇睇咧系郭成培咧，咁俾翻后边嘅李敏成啦，哇，李敏成咧俾高中秀啊，睇睇高中秀，高中秀咧喺左边咧，佢脚法技术一流啦，但系咧加外球，长加外抌都系冇用嘅，高中秀。剛才就在这个位置高中秀就在返度啦，这个球员呢就是十二码他攞返嚟嘅。这边啦睇一下呢执到呢是高中秀，高中秀一个回转唔转到身呢，转唔到身喎，这个波呢郭成培呢俾回呢边嘅高中秀。高中秀弹返埋嚟，李荣卓俾佢前面掹得好紧，卡豪喺后面呢掹住，又俾返过嚟呢边嘅高中秀，落唔落到底线呢假嘅。逼住冇辦法落到底线啊，塞咗个高中秀呢开呢个角球踢南韩。哇，好远喎个落点，好高潮贵呢边，睇高中秀点，两个一齐顶。后边嘅金大英，金大英俾到高中秀，高中秀想通啱佢，好啦，系开始啊，俾翻直线入嚟，好啦，高中秀几如此都埋中间，嗱左脚佢射得噶，哎呀，镜头一转睇翻呢个挪威嘅进攻，咁但系咧已经系冇用啊，因为咧呢个红门好难压住对方，嗱睇翻咧头先啊个慢镜啦，高中秀入咗嚟，嗱推翻大位，左脚好射噶，咁但系我即刻食，咁次射波咧就亚舒安，高中秀。过咗啦，呢、這个卡豪再去埋金大影，俾咗高中秀再一高中秀开呢、這个个球先啦，开埋顶到最终又唔射，哎呀，最终呢下埋想话过地底啦，但唔怕，高中秀底线传中顶紧地底啊！啊，而家高中秀出个波靓啦，嗱，再睇啦，睇得慢嘅，呀呀假动作，哦，呢啲假动作靓到啊，哎，再出个波好靓啊，呢、這个波龙门啱神咧都翻嚟咧系头锤解围啊，而家高中秀咧攞到波。再做得過嚟你呢邊，第一時間咧攬埋嚟，金道芬頂高咗，哎呀起放射啦！果然咧金道芬咧威得過我哋啦，睇得慢鏡啦，高中秀一得過嚟啦，從高而落，佢自己咧即刻咧轉身咧右腳咧抽射入網，嗱仲有一次慢鏡睇高中秀俾嘅呢個波，嗱第一時間咧攬埋嚟中間，佢自己頂到嘅噃，頂到之後跟住咧追翻咧入金太影。咁啊，攬唔知咩情況出現，可能好狼狽。高中秀，嗱你俾咧挪威咧打死啊！一俾啊落底線斬高波，斬高。好成來，金道芬又嚟啦，頂翻後邊咧，高中秀，高中秀對住佢，好落到底線，斬到遠處有冇機會啊？就贏啦！係到波咧，純粹個身高個體重嘅分別啦。嗱，睇睇高中秀出呢個波，佢遠處嗱呢個波如果壓埋嚟中間咧，落咗個南韓球員嘅腳下，扭傷住咧，將個波咧俾過嚟啊，翻嚟後場攞波嘅高埋咧，佢起到腳嘅喎。好啦，角外開出，又係南韓咧圍住啦，呢、這個波五波嚟嘅喎。好啦，高中秀睇下點樣出波，出啦，有機會，又係卡豪頂出，唔係咧打中堅嘅最佳嘅人選嚟嘅。好近處，又係國家隊最大威脅就係有高佬嘅啫。咁啊，同樣咧防守方面，如果多高佬咧，又係唔驚喎。所以咧，你唔處嘅，大家不妨睇睇啦。高中秀又嚟啦，嗱，今次又遠少少。李明卓交俾你高中秀，金大影，高中秀，好輕輕嘅李傑。嗱，今日嘅表現麻麻啲嘅崔龍珠，可以俾直線，好嘢。有個佢入去噶，嗱，高中秀，好嘢，過到，哎呀，彈得咧，呢個波啊近啲，好啦，由呢個柳雙傑。再俾左仲有安慰奖啊，个摊子差唔多啊，当然唔系当中头奖啦。哦，呢、這个波顶到两分钟少少，嗱，即刻咧又扯回呢边嘅高中秀，睇下睇高中秀做咗咩功夫，扣翻转头得啦。啊，原来一个系呢边嘅金太影，高中秀啊，减速去，
罗威，好，攻中手喺左边，好啦，得啦，崔龙珠落低一射，哎呀，而家金道芬咧，马戏同佢掹脚趾，嗱，睇睇慢镜啊，呢个波有双节俾佢好，呢个失望，睇埋呢个慢镜啦，球正明镜噶啦，崔龙珠俾佢好靓噶。